访报道。全美最大的华资银行华美银行跟休斯顿火箭队携手合作的理财有方收获满盈金融教育计划也举办盛大的结业仪式，一共是有60位的小朋友，他们开心的拿到结业证书。火箭队的华裔球员林书豪跟华美银行资深副总裁王国兰都亲自到场向小朋友们表达恭喜跟祝福。王国兰表示，两年来跟火箭队的合作，透过金融教育课程来回馈社区，无形中从小培养小朋友建立正确的理财观念跟负责任的财务管理态度，这些都是最大的收获。而更多相关的讯息都可以上网站来查询。